含的叶酸含量越多。可是我们刚才有说过，吃青菜不能全部都是吃绿色的哦。最基本的一餐一定要有一种绿色，你再搭配其他种颜色的话，这样会比较健康，对不对？可是维生素 B 群 B12 呢，它通常存在于荤食的肉类当中比较多，植物性食物呢比较含少量的维生素 B 群 B12。所以吃素的人哈，我们会建议他要补充维生素 B 群 B12怎么吃啊？多吃海里面的青菜，法菜、紫菜、海带，海里面的青菜，对，菇茎类，它摄取到比较多的维生素 B 群 B12，可以避免贫血，避免一些血管性的失智症。可以哈，所以不要只光单一吃一种青菜，要多种类的交替，会比较的健康。好，所以我要跟大家总结，有没有？我有一张图哈，其实我看看我那张图被我切掉。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哈，我今天一直都在讲健康的食物食材耶。好，可能被我切掉了。好，那我直接问大家好了。